大家一起来做点心咯，我们要准备什么材料呢？洋葱160克，红萝卜70克，维也纳香肠50克，橄榄油1小匙，盐胡椒少许，蛋110克，白细糖20克，盐1/4小匙，橄榄油40克，原味优格60克，低筋面粉140克，泡打粉2小匙，帕玛森起司粉2小匙，另备3根维也纳香肠。阿达叔叔，今天要做什么点心啊？哦，我今天要用这个来做蛋糕，这是什么？香肠，对，维也纳香肠。以前这个都拿来做派，对不对？对呀，甜的派。嗯，但我今天要用这个来做一个蛋糕，非常好，甜的，微咸不甜的蛋糕啊！你自己去想象一下那个味道啊。不过我们要先来做一件事，我们要炒菜了是吧？来，手感很好，小姐来炒菜，倒一点橄榄油。好，我们也是要先把洋葱跟那个红萝卜，还有香肠丁炒一下。好，来炒一下，然后这边呢，我们要来做蛋糕体的部分。这是蛋，这是糖，打蛋器来交给你了。哎，晨曦，搅拌。要炒到什么程度呢？哎，来考你，康康，你炒过。加油！对，洋葱要炒到透。没错。哇，好香哦，好香哦。对。然后这个蛋糕我们要加一点盐吧。嗯。因为它是咸的蛋糕，好，来，你实在是太慢了，来，哦 ，turbo， 这打到微发就好了，不用很砰。嗯，哦，来，好了，可以了，来，这个我们要加我们的香肠啦，香肠丁，然后我加一点盐巴，来，这边也要加一点，这边加盐，胡椒，胡椒，好。接下来我们要加什么 ？Yogurt， 这是原味 Yogurt 吗？是的，可以把火关了。好，然后还要再加这个橄榄油。哦，加橄榄油。对，我一边搅拌。是的。好。啊，手相。这个其实哈，最好是放凉一点再用。OK 啊，放凉一点。对，因为太热，它等一下进去蛋整个就熟化了。哦。对，应该要把它放凉一点，最好放到。那你太热下去，它整个就蛋会熟。帮我扇一下，好，来，不敢用嘴巴戳。我们把泡打粉跟面粉筛进去。好，不要不给我吹风机了，老师要拿扇子来。对哈，拿扇子。应该带我家的扇子来。筛面粉，蛋糕紧致法嘛。对，好。在拌面粉的时候，面粉还没有完全拌匀的时候，还有一点残留的面粉的时候，就要把那个倒进去。哦，是哦。对。来。你还有变淡的吗？我们今天蛋糕可能会比较快烤熟。好，来。我感觉好爽，我也是。那个流浪动物之家的流浪狗也不像你们这么贪吃。好，我们把这个蛋糕弄好了以后，然后要撒那个起司。对，我们要在上面撒一点起司的，然后我们放一片那个香肠在上面。它也要拿进去烤？当然要。对啊。好，我们就放进去烤箱烤，大概20到25分钟就可以了。我们在练习20到25分钟。哎，你怎么什么都要吃？这个生的，真的生的。对，那我刚刚还吃。好，用180度大概烤20分钟。好吧。我们今天去听一个流浪狗的故事。今天你因为你太想念那只狗了，对不对？好，听说还哭了耶。看我的紧致法做小狗狗。你在干什么？来，走走走走走走。对啊，小狗狗的故事啊。